12:15，然后我的课表上面是写我是一点的课，但是我刚刚去看那个电视墙上面，他说我的课是在2点半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我就在教室的旁边，如果真的要上，我就赶快再过去。 Go go， 散。 天哪，我下课了，然后好难哦，好紧张，我要去那个 Learning Lab 阅读室复习一下。 Do you already?
我平常都会走右边，然后去坐公车。但是因为我今天要去买法棍回家吃，所以决定用走路的回家。现在已经差不多5点喽。去的面包店要到了，就在这里，在我家楼下。哎，好累，好冷。Nice。哦，很多人哦。Green baguette， 要买完。Green baguette， 一根法棍啊，回家吃超级好吃，我跟你们说。等一下，赶紧过马路一下。好吃，麦酥内润还1欧元，我都吃这个。他们不吃饭就吃面包当早餐，很好吃，超级好吃。现在转电梯，好冷，我这里狂流鼻涕。这真的超凄惨，你看这个比例，而且才1欧，不买吗？绝对要吃吧。不知道我这次法国行会吃多少个 bucket。那我已经吃了很多个可颂了，所以计算看看有多少呢？哇，跟大家分享，跨年那天，这一家人出来抽烟，我就跟他对到眼，我就只好打开窗户跟他说：“你说，超级尴尬。”